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问呀问无感情歌。啊，你今仔日约我见面，到底是有什么代志啦？你的囝婿大风又去找我甲无心，伊希望讲阮会当投资合作，你伊利达第一代流行开的厂。啊，因为无心，伊嘛想讲要栽培伊后生为轮，所以有这个意愿。要唔过听你的囝婿讲，你咧考虑，所以我才约你出来，想要知讲你到底是咧考虑啥？哎，我考虑啥物吼？你应该是想清楚嘛。讲真金的啦，你的出现哦，已经给我带来真大一困扰。万一讲咱两家若搁生理上哦有啥物合作，啊，你若是感觉无够好听，咱来继续来来直接。我惊讲一天哦，彩云一定会发现着。安尼啊，无再讲暗坎三十年的这秘密，一定是会暴露的嘛。中华，我答应你代志，我一定做较到。我没有彩燕知影讲我回来，更加没有昊天知影讲我是谁。也毋过，我嘛着请你体谅我这个做妈妈，为着要家己后生斗相共的心情。你放心，甲伊丽达合作，我未插手。遐代志，拢是无声甲伟伦的出面。就算讲两家要见面食饭，联络一下感情，我嘛想办法相骗。我是感觉这代志哦，无啥妥当。中华，当初我为着我和你未来，我忍受了痛苦，将昊天送给你的家庭。我为着要下当给你一个完满的家庭，煞造成我母子分开，见面煞无熟识。这对一个做妈妈来讲，是欠骂，我当阿多的痛苦，生活你要对心肝的代志。今仔就算讲我甲你拜托，弥补我当初所受的伤害，敢袂用的？搁再讲，无先甲我，即卖当发达。这也是你当初给我的钱，我才会当起家。现在我反倒回来，来投资你，这也算作是一种报答。没好呀，当年哦，确实是因为你的成全，我才有法度能够补助这个家庭。这点哦，确实。哦，你也真委屈，那我嘛亏欠你真多啦。哦，啊，做生意这代志，我已经答应你。也不过，两家要合作，这个代志我会全权交代大王去处理，或者你当时叫两个人哦去接受。我是无希望我后天哦以后。甲恁有啥物任何的瓜葛？我知，只要会当甲昊天斗相共，我就真欢喜啊！我决定哦，李无生李董事长哦，合作咱大陆迄边的业务啊，啊，同时嘛好入股伊里头。爸，多谢你支持我的想法。嗯，中华，大风这届王爷做了真好，替咱家哦解决一个这大的问题。姐夫，多谢你，这届好感谢有你斗相共，昊天才用个专心去处理大陆方面的代志。你无啥啦，我是应该一份子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姐夫啊，多谢你。啊！甲你当处理一边双方合作的契约书，我会赶紧准备好。是够，都爱麻烦你打电话给当处长，请伊过来签约。好，好点了。我的想吼，这件代事
大方去跟人计较的，啊，过去哦，全管让大方去处理掉。你去无用大陆那边哦，的代志，甲处理哦，我们还要紧啊。是，师傅啊，麻烦你哦。没啦。啊，对啦，总华。前面迄天，我想讲哦，先煞甲你当处长银行阿婆做伙见一下面，啊，食一下饭咧。我足早吼，就想讲要甲你太太见面。啊，听姚慧讲哦，伊足用心哦，伫看房地产，啊，非得我营养无代志，啊，大家见面下下，我想讲甲伊合适一下。无需要啦。你足奇怪呢，啊，若逐摆讲到你太太迄边哦，你甲阮的想法拢无同款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这公事公办就好啊，哦，唔免安尼劳烦大家，我就去咱斗阵吃一顿饭。嗯，啊，我交一个朋友也袂用你哦。唔是讲袂用的啦，啊，人对方对唔对？有啥款的想法，咱也唔知啊，对唔对？哎，免啦，免啦，免啦。算起来吼，我嘛是伊丽达当市长夫人的，啊，交我做朋友，敢会死伊的面子？但我有在厝的吼，嘛足久啊，想讲出去行行，交一挂新的朋友啊。啊，大芳啊，你做你去安排，请你当厝长囡仔无，大家做伙食一下饭的。好。我阁是事实，确实是我的选择错误，才害阮厝变甲安尼。所以骂我、怪我，我无话通讲。其实上艰苦的是甲恁爸冤家对无？恁甲恁爸爸，你无想要讲伊，也毋过因为伊的看法，煞造成你的痛苦。真正参照你所讲安尼，伫个厝内底发生遮尔侪风波了后，我上无想要看到的，就是阮爸阁受到伤害，我想做拢做袂到。纯纯小公主，我来做人肉沙包，好你出气。不要怕，后界无机会哦。我哪会敢怕你？这么多代志的人不是你啊，你是上无辜的呢。我哪会算无辜嘞？若不是阮爸无代无志找恁爸，也袂惹恁爸生气，也袂让你这么为难。恁爸来拜访是好意，等到较烦恼时，阮爸讲遐无尊重你的话，我看会出来恁爸足生气的。一回去，一定要跟你说。你别替我烦恼啦，我做街头表演这么久啊，什么感觉我没遇到？气嫌的、无尊重的、看不起的，我都没放在心内。我现在较烦恼的是，因为这个人是你的爸爸，我不希望因为他的看法来影响你的心情。一切嘛唔通讲实的，你甲恁爸爸并无唔对啊。我当了解做爸爸的对查某囝的烦恼，所以我会打拼学做生意，做一个让恁爸爸看会起的人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伊拢是先替我想，直接关心我。今仔日帮我做一个表演来报答你，好不好？
你真正足假头的呢！会怎啊？其实你家己拢无发现，今仔日你把酒内底的快乐拢无去安尼。所以娃娃来给你笑，把你的快乐找倒转来。不管多困难，不管别人怎讲，我拢要跟你做伙。我绝对会做好，让恁爸爸欣赏我，将恁放心交予我。既然你有这个决心，恁爸妈支持咱两个做伙，那呢，你怎么阁无欢喜啊？春春，我心情不好是因为阮爸爸知影你不愿阁生，所以咱的交往阁加一项阻碍。这叫我是要怎讲会出嘴呢？我知啊，一定是因为你要放弃你介意的街头表演，所以心情不好，对不？其实我真的无希望你为着我来改变你自己，因为我真的牺牲你的。是家己的理想跟目标，是要去旅行，体验无同款的人生。艾伦，无我配合你，咱是要去旅行，你带我走好无？你明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不过。我接电话，是阮大嫂卡来的。我即下无想要接电话，啊，不过小戴，我传电视甲伊讲，我甲你做伙，叫伊免烦恼。敢会是恁爸叫恁大嫂来找你？无安尼，我先送你转来，卡免让伊烦恼好无？我无爱，我无想要转去。阮找毋了我的问题，阮爸伊对阮大嫂真袂谅解。我即马暂时还阁无想要转去。你也靠袂住，就吵吵闹闹的出。也唔过恁爸，我了，我拜托你，莫逼我回去，好不好？是我今麦唯一的避风港。敢讲，今年最后一个清静、快乐的所在，嘛满意乎我。好，你要安怎拢好，我拢会陪你。纯纯伊最近足快乐的啊！啊，再讲迄李维伦，伊嘛毋是歹人。
其实嘛是啊，纯纯已经有过一段遐尼失败的婚姻，我哪会可能啊？搁会对唔着人，搁会受到另外一届感情的打击。爸，我听纯纯讲，迄个维伦伊真有理想，而且伊嘛真善良啊。今年纯纯啊，嘛是讲徐来发迄个精神，人真善良，真有理想，结果呢？民百姓官污啦！爸，李维伦跟许来发伊是无同款的人啊。都为了无同款啊！你唔通袂记了，如意啊！你进前嘛是甲纯纯同款，冒许来发骗过。我刚才讲伊两句尔，当然甲我塞性地啊，到即摆也无要转来。哼，一点仔都袂当体谅我这个做老爸。想要保护伊的苦心呐。喂，你，我搁要出去找。爸，你莫激动啊，纯纯伊也无代志啊。伊哪知伊无代志？是毋是有甲你联络过？伊有传简讯给我讲，伊甲朋友做伙啊。朋友？是毋是迄个李维伦？是啦，这个纯纯真正是愈讲愈挑工啦。以前安尼，即马嘛是同款，一点仔都无受到教训啦。爸，你过去等纯纯哦。你先去你休困啊，我来等就好。免啦，我要看卖啊，迄个李维伦到底要甲咱查某囝安怎？今仔日这件代志，一定要做一个解决啦。爸，你要去倒啦，爸。志哥，爸一定是去的李文英家，你赶紧回去，安排我家己一个人爬出来才有好啊。对不对？啊，多谢多谢。阿伦，我们那不关威伦。伊无甲你讲，讲啥？啊，伊下也无要回来呢。伊就讲吼，甲一挂朋友去青青草原遐露营观星。观星？哼，我看过来就梦到啊！啊，我煞毋知伊到底伫倒去，要去就去啦，我也无伫咧管伊啦。哎，啊，这么暗嘛，像啊？爸，是爸，陈院长，阿来遐应该哈。陈院长，啊，还是阿请你阿妈，请问什么贵事？我来找阮查某囝。你查某囝？伊无伫迄家呢。无伫恁家？好，那呢我找恁后生，叫出来。爸，你莫安尼啦，有啥物话哦，好好讲。嘛，陈院长啊，遐阮后生是倒去得失着你是？莫甲我定亲啦。叫你老师，赶早起来还我。你嘛是有够奇怪呢，哈！家己的早起无伫厝的，啊，这下这亲门头要找人，咱敢着？因为阮早起为着恁老师的代志搞冤家，到即摆未转去。因大嫂讲，阮早起跟恁老师做伙，我当然来恁家找人啊。对啊。嗯。啊，高伟伦讲要去龙岩的朋友，敢毋是纯纯？龙爷，啊，陈院长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去年纯纯哦，有维伦伫咧陪伊，应该无代志啦。都是有伊陪伊，才会有代志。李太太，请你马上打电话给你老弟，叫伊先甲纯纯带倒来。这可能无法度呢。啥物无法度？你老弟到底甲咱查某囝藏伫倒位啦？啊，是啥物叫做藏啦？哈，哎，陈院长。你莫安尼家己甲恁查囝当作安尼无价之宝，阮后生也无伫咧稀罕啦。那安尼就先甲人交出来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无甲人交出来，我就去报警，告恁后生绑票。你好好好，爸，好啊啦，你莫这么生气啦。我来讲哦，你当处长，你太太真歹势啦，
因为永爸真烦恼小妹，所以有较歹下手，请你多多包涵。我干那想要请问一下，啊，是安怎无多联络到维伦呢？歹势啦，唔是哦，阮超工歹下联络，是因为伊龙岩迄个所在吼，迄手机啊信号无清楚。哎，拄只维伦嘛是卡公个电话，等下讲报平安呢。哦，手机啊信号无清楚，恁后生到底是干查某囝？过去做一个风光野话啦！哼，伊想要对恁查某囝安怎嘞？我只系想讲哦，阮老师唔知恁查某囝安怎去未？你，好啦，爸，我来讲啦，我来讲。李太太，你敢知影维伦在倒位路行？听讲迄个所在干哪？啊，青青草原。青青草原。我出来看卖。李太太，拍摄，交了。许愿，观音许愿。希望全家平安幸福，我甲维伦买到永远做伙袂分开。我嘛来许愿，我希望甲纯纯做阵会当永远幸福快乐。维伦，不管啥物时阵，你拢是为我想。世人，你讲拢会安尼对待我？那这世人，后世人，后世人，我拢会安尼对待你。阿伯，你爸，我讲过呀，不准恁两人搞，其他无搞，我会请进来。离婚的先生啊，阿伯，我，你不是讲要表现给我看，我对你放心，这就是你表现的方式。我甲纯纯为了你代志冤家的时阵，甲伊带来这个亲孙来过门，你想啥物气度啊？李生。你嘛是做人父母的，若是你的查某囝拄到这个情形，你敢会烦恼？陈院长，亚因这明明哦是一个真健康的运动，那敢有需要讲甲伊想到遐尼啊严重性？好啊啦，爸。爸，你莫误会维伦啊，其实伊拄才一直甲我讲要送我转去，因为惊你会烦恼，是我家己心情歹，无想要转去，这真正甲维伦无关系，莫去怪伊啊。纯啊，你是查某囡仔，啊心情歹，就会当半暝安尼走出来拢看无人。你敢知影爸爸烦恼到规暝困袂去，惊你受到伤害。你袂当体谅我无胆去，即摆竟然搁替别人咧讲话。爸，我已经不是囡仔，我做甚物代志我家己会晓判断，还搁用即款态度来对待我，敢袂用诶？你若是真正会晓判断，你都袂见唔着人啊啦。跟我来等。我无诶。若是如安尼，无讲道理，我就拢无要转去。志刚，把你小妹带转去。安娜，即摆连你嘛要甲我作对。纯纯，啊，你嘛知影爸身体又无啥好啦，你就先跟我转去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转去以后再去讲，好不？这个囡仔，阿伯啊，你是莫激动，我来甲纯纯靠劝。阿妹，伊是我查某囝，我家己要处理，无需要麻烦你。过来的。爸。阿达纯纯也毋是囡仔，有啥物代志哦，大家互相参详一下。你唔好硬家己拖啦，你安尼互伊无面子哦，伊颠倒愈无想要转去。李生，听你安尼讲，你根本就是超工。你破坏阮表姐的感情。
通好恁后生来跟恁查某囝交往啊！哦，陈院长，我真正好心无虑心呢。我即嘛是讲安尼好啊，甲你劝者，啊，你虽然颠倒乌白母乱人，你管好家己后生，莫互三更半暝出来乱乱说就好啦。一个当放囝，伫个街路做小丑的工课，老爸竟然搁甲管教别人的家庭。爸，你来当管阿伯，阿伯对我足好的呢。春春，歹势啊！本来哦，我也真介意讲，看你当做我的媳妇的，因为你生做真乖巧，又搁真捌代志。也毋过哦，恁这个老爸哦。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无滴个，我即摆已经改变我的主意啊！我袂阁支持你搞闹心来哦，较袂让恁这老爸哦看阮囝无起。爸，你莫安尼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唔通咧讲一套做一套，表面上讲的遐尼好听，其实私底下嘛是爱恁后生来拐骗阮纯纯。纯纯，你著听姑爷话啦，先对阮转去，然后继续安尼落去哦。将来有代志，愈来愈歹处理，哦。好啦，我带你转去。行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嘛有话要讲，陈院长。本来啊，我是想伊替恁查某囝来协商。无想讲要甲话讲啊遐尔白，嫌有哦。你连条面子都无想要啦，别我无甲讲个清楚哦，说袂用嘞。我要讲个，就讲我干即个孤囝尔。就算讲我若要娶一个新妇，我嘛都爱娶一个讲对我李家会当传娘血。我凭这点哦，恁查囝都无适合阮李家，所以你放心，我嘛袂让因来往。爸，你哪会安讲纯纯啊？你放心，就算阮查囝袂生，嘛无需要甲你这个做无正经头路的后生做伙啦。现在伤害我！纯纯，纯纯，纯纯啊！哎，你搁了要创啥啦？啊！敢讲你有人安甲你不了，搁无高兴？哈！爸，你是莫生气啦。我应该感受到，迄个李维伦，伊是真心伫个爱纯纯的啊。是啦，爸。啊，即摆哦，这个时代啊，是毋是当生囡仔，迄根本就无重要啊。啊，上重要是哦。好啊，好啊。拢是恁咧听伊，伊只连我这做老爸讲话拢无要听啦。尤其是你，我对你的心不已经真不满，你竟然搁敢替纯纯咧讲话。你是存心要害纯纯，对我这个老爸愈来愈袂谅解，是？爸，莫阁我哪够袂用的？这明明就是我的代志，你管脚臭是要创啥？安怎？我讲伊两句袂用你，还是恁大家要联合起来，拢要跟我作对？爸，老反正啊，老反正啊！你真正是欺人太甚了！你是来要创啊？创啥？第一，当然是来看查某囝有互你欺负无。第二，是看到你真正有在欺负阮查某囝。第三，我是要来替恁查某囝讲话啦。你别惊，你的代志女友甲我讲过啊。我支持你去追求你的幸福。恁爸爸这老翻天哦，我来应付就好啊。那等到
样想我更歹做人啊！你惊啥啦？看到这个老饭店的美丽哦，我今麦已经规巴肚火啊！耀生，啊，你今麦真正是连阮家的代志嘛要管？我住伫个海口啦，管足快啊！病院的代志你要插，我安尼管教新妇，你有意见？啊！即摆连我嫁是我家己的查某囝，你也要管？啊！你敢会感觉你管了伤过超过？一点仔拢未超过。大家是亲家，啊！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所以我唔呐听阮查某囝，嘛听恁查某囝。免，你管好你家己的查某囝就好，莫干涉我甲阮查某囝的代志。是咩？阮查某囝，阮查某囝唔是你的新妇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继续对伊遐歹，我就真正对你无客气，无客气，搁是变哪？爸，我一再甲你警告，你拢无要听，好，所以这届哦，不是空，是进步，是要来真的。我马上开董事会，给阮如意做董事长，再看你做院长的。是不是会较乖的？阁是用这套来威胁我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这个院长我无咧稀罕，所以你要哪随在你啦。真好，如意啊，你即马阁来福康病院，我开董事会，予你做董事长，然后甲这个老饭店赶入去病院。是人气着，心情着，目睭里然后顺顺去闹着。这老饭店安怎讲拢讲袂听嘞？哦，我的心脏病哦，强要发作啊！哎，我今日无好，我甲驾驶哦，绝对袂用的啦。爸。哈！你若唔敢做董事长，我来做。以后我逐天去病甲店店啊，咪咪猫猫，才看伊敢插手袂啦。你是要跟我起家动手就对了嘛？勇爸，我拜托你了。我今天就帮你耍。阿母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再欺负阮如意，有听了无？你若是跟我欺负伊，即摆就请你家带走。我就……好了，爸，卖阁讲啊。好啦，爸，你先离开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多谢，麻将的。大芳啊，恭喜你上任伊达副总经理，以后好好啊做，好好啊表现，啊唔通辜负恁爸爸对你的器重哦。啊，是应该啦。至于这伊达还佫真侪代志啊，是我无了解。以后我先甲爸啊，啊个昊天好好来劝告就是。劝告都不敢当啊，是讲只有啊，说落来。怪有真长的时间伫大陆工厂无闲，爸这边都麻烦你给他照顾下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从今麦开始，伊利达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绝对尽快转念来甲爸斗相共。加在即届吼，有你当处长，甲咱伊利达投资，才有法度化解危机。讲起来，咱甲你个吼，敢若足有缘的呢。虽然讲顶摆哦，生计的事业合作袂成，啊，想袂到讲，伊竟然哦，即马变作是投资咱伊利达的股东。我看哦，趁今仔日大家吼拢伫个，无小等来甲你董事长拜会一下，互两家搁较熟悉一下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咧？妈，你这想法真好呢。查甫，你紧打电话互你董事长，看今仔日有闲无？今麦卡，敢袂伤寒？袂啦，你太太这个人哦，真热情，嘛真爱交朋友，应该是袂反对讲咱大家去因家拜访一下。如果，你是不是真久无甲你太太见面啊？是啊，
啊，若是有机会，当然会用的啊。大凤啊，啊，不紧卡。好啊，无代表你当处长，看伊意思安怎。万一让阮丈母啊，甲李太太见着面，那你这个破局啊，爸就绝对无可能阁甲李木生合作。那你我的计划，你都去了了。哇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光临，安尼好。我希望哦，讲咱的事业哦，以后当安尼久久长长安尼继续合作落去，哈。多谢，多谢，拜谢，拜谢。我接一下电话咧，辉哦，你替我送领导一下，哈。好，送你。喂，哦，李董事长，你好，我是金大风啦。小丽啦，啊，今晚唔知道有时间无？有唔知道有方便无啊？啊，我想讲要跟你互相小拜会一下啊。啊，有董事长甲夫人啊，因为你万一到处一日谈的代志，想要过来说多些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歹势呢。也唔过我今晚教阮太太后伫外口讲去食饭，阮今晚无伫咧厝的呢。哦，恁无伫厝的哦？好啦，无咱连刚才有啦，哦，歹势叫叫呢。小等咧，大凤啊，无吼，我甲董事长拍一下招呼咧。哦，李董事长啊，有董事长夫人想要甲拍一下招呼啊，你小等咧。喂，李董事长，我杨宗华太太张彩燕啦。啊，杨太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今日食无拄好，你拄好无闲咧，无闲你。阁叫阮先生哦做东，请恁全家哦食一下饭咧。无我看哦先约啦，咱约伫金叶餐厅。啊，拄好今仔日哦，阮全家哦拢踮遐食饭，菜是袂歹，应该哦有合当时对你的口味哦。哦，恁即马是伫金叶餐厅哦？哎，那遐拄好啦。啊，我即马到阮太太哦嘛是只请人客呢。啊，那遮拄好啦。啊，恁若伫遮哦，啊恁倒一个包厢，啊阮才过去哦，甲恁拍一下招呼啦，哈。无咯无咯，哦，那人要劳动杨太太，你安尼过来我这边，啊，我这人客嘛走啊，要不你甲讲，看你对间包厢，我过来去，哈。嗯，哦，我知我知，我随过去，我随过去哈，杨太太，好好好，哎，再见再见。李啊，伊是大只杨董事长哈，杨贵家哦，啊，拄好伫遮咧用餐呐。杨太太人也真热情，一直想讲哦，要甲咱见一下面咧。我想讲，人客都已经走去啊，啊无哦，礼貌上，咱先过来共拍一下招呼吼。我过来摕一物件。李董事长与阿婆相处哦，我感觉李董事长这个人真阿啥哩，讲话真趣味，而且李太太哦做人足亲切，应该甲你会合得着。是啊，逐摆听你甲约会哦讲李太太的代志，甲听起来伊的个性敢若真好斗阵呢，啊而且伊搁把迄个房地产的投资，稍等哦，我一定要好好甲请教一下。蔡妈，临时要找你有主动两家见面。恐惊有淡薄困难。我也想一办法主动回约过来。阿哪未来？那找我，我来甲看卖。哇，李大弟，李大来。李董事长，我就听讲你来吃，我就安尼专工先过来跟恁拍一下招呼。啊，阮太太去化妆室哦，啊，等你两个过来。好，你好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李董事长，请坐。李董，多谢，多谢。李董事长，请坐。我另外请何福星，你来加点哈。我没坐嘞。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李董事长即摆甲阮爸来开讲，啊，阮大姨嘛有伫个哦，伊足期待甲你见面的哦。啊，
阮先生投资遐去资金了后，即马大条情形安怎？啊，感情的问题是毋是拢解决啦？有啥物代志，互你操心的无？不，李太太，真正就感谢李董事长啊，在遐你要紧的时阵哦，互阮这笔资金嘛。要无你绝对会当放心，我一定互李董事长知影，伊这笔投资啊，绝对真有价值。困难啊，拢解决就好啊。安尼哦，才袂枉费讲。李太太，歹势啊，害你徛伫遮讲话。昊天，无你先去交代服务生送一寡水果啊。啊，歹势，过讲话煞袂记哩啊，你先讲者吼。妈，阮大姨即马伫个包厢内面，恁娘若是见面，你就害啊！阮大姨哦，绝对会真了讲的，安尼你以后都无办法去跟昊天见面，嘛无办法去关心伊啊呢。是啦，我拄则就是想这個，毋才找理由，啊，甲阮先生讲要去化妆室。啊，你看我即马应该安怎做？可能要为恐怕你先离开啊。歹势啦，妈，为着莫让昊天为难，请你顾虑着昊天的处境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请你转告阮先生一声，你就甲伊讲，我都碰到真熟悉的朋友，啊，先离开，无倒去甲杨家人拍招呼。好啊，就照你讲的安尼做。妈，歹势哦。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将心事来交换梦影。